谢谢金石姬，好，韩国毕业赛，好看了，国珍老师。你知道这一幕其实对我来说是很 special，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这是一个台湾的选秀比赛，结果却是两组的韩国人在 PK，很棒，对不对？真的是很特别的，我觉得我必须这样讲，我觉得韩国真的变得很厉害。那今天他们输出他们的偶像到全世界，包括到台湾。 我觉得今天这一幕其实让我很想好好的学习，因为我觉得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啊。像金石姬从遥远的韩国来这边，可以打到现在这个名次，不管你今天是不是第六名或是进总冠军，我觉得那已经非常了不起。我可以想象，如果有一天我们台湾的选手到韩国的选秀比赛，在一群的韩国人当中可以站在那边比赛，我觉得那也是非常了不起。 所以我觉得那是我今天给我感触很多了。那我觉得今天那个我们的 focus， 你们唱中文，虽然我听不懂你们的中文，对我来讲还是像韩文，但是我可以看到为什么韩国可以输出他们偶像，因为你们训练有素。我觉得你们动作整齐划一，而且你们的样子各方面都已经，我觉得真的是你们有练过。我听说很多韩国的团体是可以又唱又跳，是我觉得功夫了得。 我觉得是很厉害的。那我觉得今天金石姬，今天你的一把吉他，我觉得是有点替你担心，因为我觉得那是纯然是唱功的表现。可是你今天真的唱到蛮感动人的，真的不错。谢谢老师。而且你在 monitor 在荧幕上面唱这首歌，你很深情，我觉得你有那个 feel， 虽然他们来势汹汹，但是我觉得。 好像韩国的情歌对上韩国的快歌，其实现在都是主流。我觉得你唱得很好。那今天我觉得希望两个人，你们两队其实给台湾有一点刺激啦。希望台湾的音乐人可以写更多更好的情歌跟快歌。好，恭喜你们！好，台湾加油，超偶加油！好，我们从韩国团体 Focus 的分数看起，请下分数。 好，这一战很重要，对金石姬来说，请下分数。加油！目前积分排名垫底的金石姬，背水一战的演出能扭转局势吗？曾宇佳，关键战役毫不保留。 我能够听得到你的情感，可能今天的声音比较沙哑一些，但是我说，原唱可能在现场唱也不过就如此吧。冠军赛人气决战。 选手的人气排名、影响总分的加权比例，第四届超级偶像总冠军由你决定。我是金石姬，你投票了没？还没？你赶快去投票。几号？
6号，大家赶快去投票哦。现在就快用网络与简讯投票，为你喜爱的选手加分，还有机会夺得大奖哦！详情请上 Super Idol。好，我们从韩国团体 Focus 的分数看起，请下分数。哇，43.4。好，这一站很重要，对金石姬来说，请下分数。加油！过关最重要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现在不知道分数如何，但是他们赢了。You guys win！ 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对，好。不要演了吧？让他们演一下嘛。对，他们不但漂洋过海来到台湾，好厉害哦！好的，恭喜 Focus 获胜。谢谢 Focus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欢迎第五位，欢迎郭少轩。